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换档的宠物视频。今天我出门野采，在这里遇到了一窝行军蚁，应该是。在这里，我大概是挖了20公分左右吧，露出了三个什么道呀？貌似，出现了三个通道。我是在下边又挖了10公分，放上了一个我们的快餐盒。这种蚂蚁上不来，然后我就在这里做了一个收集装置吧，先再去捅一捅这个。咦，这里为什么会有黄粉虫？野生的吗？在这看看吗？拿下来，镊子呢？镊子呢？哇，难道蚂蚁还会养黄粉虫吗？我们先用这铁棒来往里捅一下，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些蚂蚁，然后再抖到这个收集的容器里。我已经收集了不少了，这是其中的一份。哦，这边还有一部分徒手抓的一些行军蚁，但是这只蚂蚁速度非常的快呀。这里还有一些新后，我在那里找了好久才分辨出来的。这种蚂蚁的话，好像我不知道名字呀，知道的小伙伴们请发一下，在评论区里发一下它的名字，谢谢啊。再来看一下这里的收集器，我开开闪光灯。能看到什么呢？如果有想要的小伙伴的话，可以私信的我哦。咦，基友去哪儿了？基友刚才还在这里呢，走了，已经回家了。现在已经是5:30了。今天这是采野的最后一趟了吧，最后一程了。采完就回家。虽然没有找到原来的老蚁后，但是找到不少新后。这应该是之前去年或者前年的蚁窝吧。可以看到公蚁和兵蚁非常的多，还有很多的新后，公主和蚊子。我也是初入蚁吧吧。这边貌似还有一只其他蚁窝的，这是什么呀？看不清楚。对焦不好啊。再继续收集一下我们的这些蚂蚁。咦，怎么不见了呢？由于本期视频录的比较仓促啊，所以没有加外放的 BGM，